撞死我师傅的司机，对，就是他，他叫刘伟，真是个货车司机。哎，你要出去啊？啊，今天是你生日啊！我知道啊，我约他同学一块吃饭啊。你不在家吃饭？对啊。 二哥，你让我查的都在这儿了。这就是那个撞死我师傅的司机。对，就是他，他叫刘伟，真是个货车司机。在哪个监狱？ 他现在没在里面，好像是出来了。我把他挖出来。好嘞，放心吧。